有一种神打功夫，这是一种非常奇妙而令人费解的宗教行为。神打能产生一种超自然的力量，练习神打功夫的人能产生超凡的法力，令人一幻一真。准备就绪，仪式就要开始。主持仪式的师父口中念念有词，诸天神佛就会附在练习神打人的身上。烧得滚开的时候，神打师傅就会赤膊上阵，把滚烫的油泼在身上，但是油对他们丝毫没有损伤。念咒把附在身上的鬼神送走。听说这种神打与道教有关，在古时有的神打师傅还可以靠神打来医治疾病，甚至探寻死亡。以前很多西方人士以为神打是种迷信的宗教行为，但是不管如何，神打的功夫在亚洲来说是源远流长的。